项链抢夺战现场，有请特邀赛事组成员周震南。准备的很认真啊，他这个舞台。为了致敬 hip hop 50周年，今天我们让一切回到街头。第一轮街头作品赛。不是他们辈分，你管我前辈不前辈，要论能力，我秒杀掉在座的前辈。谁过？好凶啊！第二轮团队 freestyle battle， 赶紧放！你知道这是中文饶舌，我唱着 melody， 他们叫我陶喆。你知道现在哥们跟你聊忠诚，嘿，那个哥们他叫做姚仲仁。那我们可以飞得特别高，然后中文也回到我们那个岛。我对所有会 freestyle 的 rapper。保持绝对的敬佩，但是如果我拿出一首香菜，阁下该如何应对？在这筛分里没有欠臭，各有邂逅，但是挑战小跑处，小心被贴身。项链抢夺战第二场 Back to the Street 赛段，回到街头主题日共有两轮，根据胜负结果，胜者掠夺败者一条项链。兄弟，今天这是街头赛，我带你回到我那个时候的车。我想要给大家看到一个真正做自己的李佳了，是时候让他们知道谁是叱咤风云的那个人。我会把我所有的技巧展现在这首歌里，来赢得这条项链。第二轮团体 freestyle battle， 我们都不会 freestyle， 只能当成最后一轮来演。我们的目标就是拿链子。我是真的不会 freestyle 的人，上来我们就已经承认自己是不会，确实是有点压力。除了杨和苏，我也有八块腹肌。人情搞多了会出现事故。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个年代，我让你知道我们可以飞得特别高。挑战小跑处，小心被贴身。我们虎鹤学院历史悠久，今天是最后一节课。哎，周老师啊！啊！你的同学在干什么？最近你们有听说过学校发生的怪事吗？只需要找到带有虎鹤图形的图纸，将心中的负面情绪写下来烧掉，就可召唤妖术。负能量越多的人，就是可以召唤。哎，你们是不管了吗？都暴露了吗？曾经的我也苦苦给你哀求。还有谁？难怪你有负能量，原来你是因为爱而不得。虎鹤学院乃大陆上最特殊的一方土地，为了守护此地和平，虎鹤除妖师随之诞生。今天不是最后一节课吗？我们应该没有毕业，哪来的毕业照？那个妖怪有个能力把他困在那个某个时间里，我怀疑我们是已经被他杀了。那这个照片在动，所有照片里面最常出现的那个人是有问题的。今年24岁的小美，头脑内每天都有四种情绪，他们像开运动会一样左右着小美的情绪。今天小美遇见了一些烦心事儿。第8760届情绪运动会即将展开，我们是喜，是小美最重要的情绪。我们是怒，我们愤怒，小到可以保卫自己的地，大到撼动对他的所有情绪。我们才是最不可或缺的情绪。谁说流眼泪是弱者的象征？眼泪才能让小美更珍惜拥有。哎，我们是剧，能躲避危险，好好的生存。我们要打败一系列的情绪。喜、怒、哀、惧四种情绪代表队要通过比赛争取更多的空白情绪因子加入，让小美能更好地迎接生活中的挑战。
两分钟耗死你们，我跟你说。拼尽全力，转院那大企鹅了。真的？什么那呀？你就是为了那个女的？我有钱有身材，住的人不是你排到了法国，我拿300亿跟你玩，你居然去泡一条鱼？你要是敢有野蛮，你就会突然的发现你还有个野蛮的妈。妈是哪位？使劲啊！我现在减肥了，我的吨位不够。他们力气好大，劲儿往一处使啊！哎，使劲！妈，快到了，快到了！大声的说出不，我生气了，我不要。我们敢怒就要言。今天上街城里搞一个立夏活动，你们猜一下。好，来兄弟们搬桌子，来来腾桌子。哇，吃席了。哇，这个风特别适合拍个照片。阿姨风，朱哲老夏了。好，好多席啊。卓阳快过来，不行不行不行，看不了这个东西，快点快点快点。别不干，我受不了。蛇啊蛇。我们这锅肯定再快，上这么快，上面的饭还没熟，下面已经焦掉了。等一会儿看结果，看结果，是不是得拿出来点柴啊？我们就喜欢吃锅巴，嘴真硬。哎，别抢我的，来一口，别抢我的。雨波，写一下那个祝福吧。好，祝福虎。全国巡演杭州站圆满成功，圆满成功。夏季工作看看这次啥色儿啥色儿的，一样的就是短袖款。你看，就是少俩袖子，我以为升级了，反正这次质量没上次好，一堆线头。大哥，我们上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没啥，就造就行了。这个是剪羊毛的师傅，要重新做羊了。你们起来，去去去去去。这个羊还蛮好玩的，一点都不怕人。开梯。啊！你这步骤，我不太敢下刀。怎么松了这么多？大哥，可以借你一头羊吗？让他去吃草。你就把小卷毛抓过去吧，给他准备了一根贼大的草绳。他得喂。嚼了半天，一点没吃。你是高贵的王子。我们即将开启一场专属于长沙的幸福之旅。谁来了？看看，两位，越来越没惊喜。我们今天任务就是要把他们全部搞乱，把他们拆散。你也过于认真了吧？哎呦，等一下，升个人了，已经退赛了吗？你也打不进，你要这能打进，我把球给吃了。吃啊！节目效果而已。全国观众看的。眼泪已经流出来了。唱歌可以输给你们，我开个赛车还开不过你们。呜呼！哈哈哈哈哈！后面缠斗的很凶猛啊！哎呀，哥哥们这么较劲的吗？亮哥开的可以啊！一条线延绵中国广袤大地的南北与春秋。北京中轴线是中华文明的独特见证，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秩序观。一条线
承载一座千年古城的脊梁与灵魂。一条线通向平常百姓的想念与挚爱。北京中轴线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奔跑的光影。没错，这就是北京中轴线。它既是一条历史之轴，文化之轴，又是一条发展之轴，未来之轴。700多年的岁月流转，它仍然在不断被赋予新的使命与内涵。中轴线一直在变化，可贵的就是每次变化，人们还在尊重着中轴线。假如将这条轴线的时空折叠，搭乘一辆时空列车穿梭其中，又会是怎样的体验呢？我们邀请您一同踏上这次中轴时空之旅。承载着民族记忆的岁月里，寻找那份令人自豪的中国之魂。在天安门看到了当今中国繁荣富强的景象，什么理由不去珍惜，不去传承？在红墙黄瓦独一无二的单韵中，看见永恒与壮美的中国之美。如果这条中轴线还不是世界遗产，那什么能够是世界遗产？这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力量。在汇聚着世间百味的生活气象中，探寻人间烟火的中国之味。冰糖葫芦耳朵耶，在谱写出中华民族的大国曲调中，听见开放包容的中国之音，很神秘也很神奇。中国音体现出了独属于中的育儿的音符。一元中始，灿若星辰，一线中轴，成古通今。北京中轴线是历史对今天的馈赠，凝聚着一代代中国人的情感与梦想。北京中轴线阅尽了人间沧桑，谱写了历史长歌。它是一个穿越了700年历史精神的存在。今天就让我们乘坐中轴时空列车，走进这条连通历史与未来的文化之极。登场了，北京中轴线时空之旅即将启程。爱情你 C 级英雄，他们在后面看，其实他们多多少少会有感觉，就其实是有机会的。他们如果对自己的这个作品有信心，而且把那种必赢的决心就展现在这首歌的能量里面，我觉得他们绝对是有机会可以拿下的。Let's go, let's go, 我们都是坚强，我们变强。他们都是实力很强的，很有压迫感的那种，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跟他们战斗的，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对这首歌非常有信心，即便大家不喜欢的话，他们也会受到一些冲击。我不在乎这是比赛，我就要发疯。有实力敢随便，有请 C 级英雄联盟出战成员法老、早安和他们的助阵 homie 小精灵，由实力起程点来到舞台，欢迎我们的哎呦 ！What？ 哦，太怪了，太怪了！我的天，
赶事情，他很像机器战警。这个标题写的黑金紫菜骑行超人，小精灵、法老，还有我们的早安。我知道，我现在让你们眼前一黑，但是我会照亮你们的世界的。你们队友咋回事？快噻，照亮你的世界，给你爱。这是奇异博士吗？派克特说想在舞台上留下有意义的歌。对，对我来说，我已经留下了很多有意义的歌了。除去 rapper 的身份，我是一个普通人。对普通人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有意思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不是来比赛的，我是来发疯的。糟糕了，大事不妙、啊、我好想去现场看呀、啊。说实话哈，我已经不太在乎输赢这个事情了，虽然我知道现在我们队情况很紧急，不过我相信等我们唱完这首歌，你们也都会不太在乎说唱这个东西了。这句话绝杀，感觉绝杀绝杀，光看这样我就喜欢的。对对，他们很好玩，他们 这歌很好玩。有请 C 级英雄联盟法老、早安和助阵 Homie 小精灵带来说唱音乐剧《健将 Plus》。哦，对，你的衣服有了吗？我正装嘛。我给你准备好了。你给我准备好了。纯粉色紧身衣。纯粉色紧身衣。我不仅要穿你的裤子，还要穿你的紧身衣。就无实物表演吧，好了，无实物表演。滴滴，上次离开舞台，我不能唱《健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这也是想给他们来一点不一样的，把《健将》这首歌唱出来。再来点，再多来点。我在这轮比赛前也进行了一次长途骑行，然后这首歌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锻炼，多和大自然接触，不要总是抱着手机电脑，然后也要去真实的感受一下生活，坚持运动，生活就是会带给你意外的收获的。我自己很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我确实情绪积压了挺久的，然后有这么一首歌能帮我发泄一下，我自己还挺开心的。这首歌是重新改编的新曲，融入了早安的加入，是一首全新的作品。我们只剩一根了，惊心动魄嘛，希望这首能够赢。跪着听。谢谢 C 级英雄联盟和他们的助阵嘉宾小精灵带来精彩的表演。哦，结束了，结束了，这首歌绝对第一名。我第一名，太有趣了。我的变变变真的来了。这个歌就像香菜，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点不到点啊。我还挺喜欢这种，就是释放嘛。我也想冲上去。对，现场氛围肯定很好。对对对。你们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的压力有多么大了吧？我其实能感受到一种很有能量感、很积极充沛的快乐，因为我知道他们平时就是这样子的人。我们都属于是生活中的健将，我们也都希望所有人可以热爱运动、感受生活，用强健的体魄去健康的享受生活。喜欢他们的舞台，就给他们投票。投票通道现在开启。把票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票给他了。他干嘛？他在干嘛？我感
感觉他们在玩另一个维度的东西，他们还加入很多趣味的东西，包括魔性洗脑的歌曲内容、装扮还有道具，我会觉得他们是在享受这个舞台。精神上面呢，大家不必压抑情绪，我看完是有被感染到的，想跟他们一起卧推、骑车、跑步，一起运动，一起发疯吧。这首歌最好的点就在于情绪价值，所有人都会有共鸣的一个点，倒出你心里的垃圾。这三位 rapper 应该也有在这一次的演唱过程中宣泄出自己心里的压力吧。我觉得这个舞台可能是中国说唱巅峰对决有史以来最特别的一次舞台，因为这个舞台消解了比赛的意义，升华了音乐的内容，它可以被任何一种形式、任何一种观众所解读，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见解。这首歌太特别了，而且又很燥，我觉得无敌就是无敌，各种层面上，技术性，然后立意，越听越上头这首歌。然后今天我看给我惊讶的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现场这么燥，而且这么稳。对，我很喜欢的闹剧，可以感受就是他要传达的那种氛围，这样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堆叠的那种情绪跟氛围，跟这首歌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太无聊、太苦闷、太混乱了，我们需要一个出口去发泄。这个表演是我今天最喜欢的一个表演。对，投票结束。我觉得就大家一直比赛都很压抑，然后生活也很压抑，难得放一次风也是很开心的，对不对？早安，这个舞台和我们以前看到的早安的确是很不一样的。请问你是被我们的法小同化了，还是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你自己呢？我想说的是，这个是一半的我。你们的兄弟。但这个也不只是我，这个应该是每一个人。有道理，有道理。是不是其实早安也是需要适应的？早安是一个他很能进入别人世界的人。我平时也经常健身，我非常能感受到这首歌的正能量和要表达的东西。希望听完这首歌会有更多人一起加入运动的行列。再一次谢谢我们的 CG 英雄联盟成员法老、早安与祝正红敏、小精灵带来的精彩表演。大云，他那个就是凤凰。哦，对，我感觉他们是第一名。你觉得他们第一？我还是想拿第一名。我觉得这个疯癫的程度是最好的一次，然后这首歌的主旨疯癫程度必须突破600%才是我最想要的效果。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一遍嘛。有实力敢随便，有请小跑猪联盟出战成员瘦子、伊瘦和他们的助阵 homie Giga Shit， 由实力起程点走上舞台。希望他们是首抒情歌，那我们就胜算会高一丢丢。哎，那个胡子留得很有型啊。我其实想这边介绍一下西哥，他其实是来自新加坡的饶舌歌手，在新加坡现在就是 like top one 第一的饶舌歌手。他是在新马推动 hip hop 文化的人，今天我觉得很有一个荣幸可以把他带到这个舞台，把西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而且他对这个文化贡献的非常多，大家给他尖叫声好不好？西哥是Respect。 那想问一下我们的西哥，有什么样的话想要对我们后面三个联盟说的吗？看到那些不一样的联盟表演也是很帅，所以我觉得今天表演给观众朋友们，只要他们开心，我们音乐人也是开心的。我以为他好狠，很帅。有请瘦子、伊瘦和
西格带来说唱歌曲《波班造》。我们是2015年顽童来新加坡演出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就从那边就开始很欣赏他们的 hip hop。我们是分隔两地嘛，常常就是在网络上讯息啊，然后或是看到 story 的时候，他就是 hello 我说，哎，最近看你怎么样，很酷，就是彼此一直在关心着彼此的近况。每个人都说他很帅嘛，对吧？但是每个人以为说他瘦子是帅在不知道他自己帅，坦白讲，瘦子是很知道他自己是帅的。是的，知道，对，我家有镜子。不被照，我马上不被照。这首歌是叫《不被照》，在新加坡是口头禅，没马跑，第一名的意思，也是瘦子第一次唱 drill。对啊，第一次真的做 drill， 整个过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好像证明我还在很年轻之类的。就是我觉得重点要让新的事物是跟你的关系是产生价值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东西来完成了。对对。哟，这是我的兄弟西格谢。哟，这是外兄弟瘦子一手。巅峰合体，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舞台。我觉得很渣很帅，我从头到尾都一直在那边跳，我一直在研究在那个音乐里面。这种比较纯正 original 这种派系的 real， 他 beat chop 和808走的全是 UK 的，但是他唱法他没有 two step flow， 在八分之一拍的后面他没有卡出来，他是在八拍里面玩他的 flow，所以这个唱法不是 UK， 唱法比较偏美式。哎 ，drill 对基本功要求还挺高的啊。这个其实也算是瘦子公开第一次做 drill 这种的风格，他的确有做出就是很不一样的瘦子。这是今天我听的最有亲切感的一首。耍凶的这种主题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很燥，要很凶才对。你就是让我信你说哦，就是我会害怕的那种感觉。对，就觉得哇，那你好猛，对吧？对，然后包括 flow 的编排啊，整个然后对对对，其实就是这一点比较可惜。现在巅峰财团为他们的表演进行投票，投票通道现在开启。小火猪联盟瘦子和西格这一场表演我有投票，西格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就他的音色特别特别的适合具有风格的音乐，所以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点，然后再加上他副歌也比较洗脑，瘦子呢也打破了我对他的一个基础的看法，他有尝试新的风格，有尝试新的东西，加上这个舞台到后面从 drill 转到 jazz club， 又给我们一次高潮的起伏，让我们情绪又往上了。西格他这个 flow 的编排，他是把他的韵脚都压在了正拍的前面，然后再去用 back up 去铺垫，再加上我听到他的 flow， 他的押韵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肯定是对 drill 有过很久的研究，所以我觉得西格的 drill 是非常符合我的审美的。瘦子，我对他的认知就是那种唱情歌的，很温柔的那种帅哥。但是我没想到他做 drill 也是那么猛的，就是可以看得出瘦子他的基本功是在这儿。投票结束，想问一下我们的西格，这一次是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巅峰对决的舞台，你觉得这一切怎么样？来到巅峰舞台是我非常非常大的荣幸，想要感谢瘦子，想要感谢爱奇艺，谢谢大家，支持瘦子。再一次谢谢小宝珠联盟成员瘦子与助阵 Homie 西格带来的精彩表演。我觉得我演得很爽，真的感受到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热情，所以我真的很感激这个兄弟，真的。我觉得是真的很享受，第一次做 drill， 就是我觉得要让新的事物的价值在我们心中都很存在。莫贝扎 ，Yeah， we went crazy， 帅帅帅帅帅帅，好玩好玩帅。
闻得到玫瑰花香。就这盆儿，跟被骗了一样。啥？这盆肯定会被差评的。别发，别发，别发，那不发，那不发它，不发它，我们保证品质。来，又来一车，兄弟们。弟，你一会儿可以休息一下，因为你还会一直搬花。没事。还有啥花没？花应该够了，目前。就弟，你现在坐一会儿，然后我们需要花的时候，你往那递下来行了。我坐的我不心不安。你先休息一下。我不累。一恒，你这个分仓干得非常快了。恒恒，我说实话，你是搬花中我见过最快的。真假的？多夸点。他给你颁个奖。我给你颁个奖。对不起，我想让你头试一下，看能不能开了。你跟一起杀心了，原来道歉可以这么用啊！来来来，拔一拔。你跟一起杀心了。我记得小时候老师教的对不起不是这么用的。二哥，哎，这些放了那个海绵宝宝，不是海绵宝宝叫啥来着？甜甜圈的修吗？海绵宝，还。放过甜甜圈是算肯定是修过的了。我再往过运点啊。你先等会儿再运吧。你先休息一下。哎，可以可以可以搬一个东西。搬甜甜圈，没甜甜圈了。在哪儿？弟弟，现在就一个任务，你坐那儿，你数一下这些有多少。甜甜圈在哪儿？没甜甜圈了。不是，现在我看看花有多少。不用数，你数啥？你到时候弄完不完了吗？我大概知道有多少。不是，你拿个甜甜圈先，你数一下，你数一下，数一下要有多少甜甜圈，先拿甜甜圈。到底干嘛？没甜甜圈呢。领，你先拿着，这是你后面啊，就只有这些了啊，就只有这些了，总共三家就这么点了。不，我拿啥到底？所以现在你数，只要数一下就好了。我怕我数不明白。二四六八十。六八十，二四六八，哥，我估摸一下，大概小五十盘，小五十盘，才五十啊。问题出在哪呢？堵塞了呢，不然我给你三下二除三给你干完。Chinese speed， 中国闪电侠。方法不都这么全全？看过。选爆料环节，这条路是你家的吗？哇，好多花呀！这次我可以先休息一下。谁喝元气？谢谢弟。弟弟你怎么这么可爱？我们一人问一个对方的死亡问题，好不好？有多死亡？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得回答，你不能找任何理由逃避，就是选择题，可不可以？什么选择题？你出一个，我看是怎么个选择题吧。十个人当中，你最想和他打一架的人？打一架，你啊？就是你，我跟你讲，就这个干这个活，我现在太想跟你打一架。哎呀，你能不能那啥？你还想打他呀？他跟张大元我都起过杀心，你知道吗？我给你学个，浩哥啊。浩哥干活的快的样子就是，浩哥觉得这很帅的样子。别走那么快！李浩，你不打他吗？这都不忍了！哥，错了。卓哥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啥呢？啊，兄弟们，现在还有一个很紧急的事情要通知大家，啊，就是我们的花盆里。不，是这样，兄弟们，
见过很紧急的事情。你看他，不是那个手一定要这样，就是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搞完。抿嘴，一样抿嘴，然后腿一定要晃。我是这样的，我什么时候这样说话了？我是这样说话，刚刚写的一模一样，真的假的？自然来一下。兄弟们，就有个事儿啊，就咱们是这样的啊，我跟你们说，就咱们这么整完，咱们就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兄弟们，倒过来，师傅，倒过来，师傅 ，OK OK， 小心小心小心，看车，好嘞。哇、哦！开干呗，开干，开干吧。一博，哎，你们直接装箱就行了。我现在弄箱子是吧？对，你和队。行。先干嘛，哥？现在把这个卸了，先都。然后你和一博一会儿还去装箱。啊、嗯。咱们是回原单位呢，还是怎么？我们按照我们的原先的节奏来。那昨天那个配置呗，就是。按照那个配置来弄，快一点。李总，你最后一步很关键啊。检查所有的物品。OK OK。那爱情中透的脸庞，正拍着窗框，向外望是电视听来的模样，才美好的如幻想。每个人用油腻唱法唱下这首歌。那我学啊，陆卓。在一颗真心的重量，重量，他就是这么要穿重量，要重量。躺在他肩膀，太多，你们是太多，不是太多太多啊，太多太多，大哥，这个 key 在你的舒适区不？不在，也很高吗？对，也很高。那为什么写这么不舒适呢？但是那歌你要软绵绵的唱就没劲儿，就是要高一点。对。躺躺在他肩膀，是带泪的眼，终将一道一道唱。Oh my god！ 大哥坐那儿疯了。折磨。好像没多少了吧？今天感觉好轻松啊，因为我们熟练了呀。干上了贼快，陆叔，希望离开后斗门以后，你还能遇到像我们九哥一样可以陪你一起疯的兄弟，陪你一起闹、一起笑、一起错的兄弟。我是庆幸有大家的。最后一个，马上结束。第三个，抱我啦！抱抱抱！抱！吓到我了，刚才是。辛苦兄弟们！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大家说的都挺满意的。种地饭搭子零糖零脂零卡的元气，我们开播，朋友们加加我们的粉丝团吧。这两个黑的不要以为是万秀，这两个是俩膏药，我都不知道我手上咋伤的。昨天晚上右腕子疼，今天早上左腕子疼。有一天晚上少熙在睡觉的时候是这样，
啊，在那痛。那是我肩膀那些痛的不行。哎，元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说梦话，你知道吗？啊，我知道，我知道。有一天吓了我一跳，有一天巨晚，我还没睡，我刚洗漱完，然后元哥已经睡了，然后元哥睡着睡着突然就哇就跳一声，给我吓了一激灵啊！我说咋的了这是？这件事情我来证实，真的有。你们一号房吗？对，我们二号房平常晚上一般是大哥磨牙，小何说梦话。小何说什么呀？小何偶尔有有有，那不是梦话吧？小何在说话，他只是在说话而已。哎，我们之前有熬过这种大夜吗？好像没有熬过、啊。我们从来不熬大夜，我们都通宵。下雨了，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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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别逗我，别逗我！把那个，快修快修快修！纸箱，把纸箱收了。放那个屋檐底下，快！放仓库，兄弟们，往仓库拿！快！怎么还在提前下雨的？兄弟们，这边厨房这边还有些。哎，哥，谢谢。走吧，好。远道而来的家人们，回来了！快来，兄弟们，紧急事件，快！哎呀，童哥。大哥，一会儿再分享我们带来特产吧，快！下雨了，搬进去是吧？搬，先搬来。来纸箱卡。兄弟们，可以了，转移阵地，转移到我们的厨房门口吧。在这吧。对。在这，你说这，就是咱俩还干之前咱俩的事吗？接歌吧，不是，那这样输了的得站起来说自己一个坏习惯，要必须真实的，就是每首歌的最后一个字儿，然后下一首歌那个歌词里包含这个字儿就行，就是咱们降低点难度。第一个字儿吧，词儿有太简单了。第一个字儿吧。好，那我先唱了啊。听海哭的声音。我 CPU 有点那什么。音啊，你不是音乐小曲库吗 ？R&B 里面的歌很少有音开头的是吗？因为爱情，请，请你不要到处抠抠抠，抠，抠啊，很简单，抠抠爱，这个太脏，怎么不算呢？哎，你的 QQ 号是多少啊？谐音也可以吗？带口音的不算。不能带口音，我们的 QQ 就说 QQ。我们也是，我们叫秋。秋。口。周杰伦的一首歌。口腔里有蛀牙。你别乱唱。这是少熙刚写的歌。口腔里有蛀牙。卡在你这儿了，说自己一个坏习惯呗，你这说不通了。声音大点儿。我喜欢说脏话。
好，起个头，起个头。倔强的心思一生长。长长长大以后，我学会奔跑。好，有带跑字就好了，不用牌子开头。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相信自己，哦，力争超越极限。哦哦吧，哦哦哦，简单呀。哦，老简单了。哦，真的太糟糕。哦，哦，真的太糟糕，跟踪又人家唱过了，真的是。可以直接说坏习惯，我觉得。直接说坏习惯吧。坏习惯啊，口无遮拦。你那是口无遮拦吗？你那是口齿不清。错了哥。嘟嘟嘟嘟嘟嘟。哎，聊天归聊天，手上活别停啊，兄弟们。大胆干，早点散。快结束了，兄弟们，最后一百盘。我们现在多功能厅非常的壮观，兄弟们。是吗？真的很壮观。加油加油，最后一口，最后一口气。还有箱子吗？没箱子了呀。没了吧？真的假的？真的，确认一下，确认一下。我确认一下。让我白高兴。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兄弟们，我确认没了箱子。走，给大家看看。走吧。等等等等，一起去，一起去，一起去。走走走，兄弟们。朋友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时刻啊！大哥，嗯，我给大家看一下，之前这边是满的。对，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哇哇，满满一整屋，奇迹的时刻到了！天哪！哇，这太夸张了吧！这不是玫瑰，这是奇迹。弟弟去睡觉吧，弟弟。走吧，走吧，走吧。去睡觉，弟弟。太牛了，太牛了，大家。走了，走了，走了。赶紧洗洗洗洗睡了。换了服。和童哥感受一下后斗门的日出，真棒，真棒，真棒。是这样，大哥啊，我给你算个时间啊，5月13号可能还要场直播，还要再卖1000个。我们5月9可能还没怎么缓呢，大家又来一波，现在大家干伤了，我怕大家。不能老那么干。反正外面花办够了嘛，是吧？够了，外面花够了，那就弄呗。上班苦，上班累，上班只想打瞌睡。李总班花。加班加点不加薪，螺丝打到手抽筋。哎呦，咋了？就一直重复一个动作，关节疼。闻得到玫瑰花香，就这盆儿，跟被骗了一样。啥？这盆儿